结果是补了六天就输了四两。谁呀、啊？又在我的直播间这个说话里带吃了的。我要好好玩游戏。如图应该这草村给我打招呼了多，没有给我打招呼。对，哎，我说了呀，还有，真是的，你也带星宫的吗？这一个要躲一下的，最好是。对。你是多人借的呀？啊，他一个信物都不想给我吃。타오른불길속에서난내주모를보았지아이定要这么玩嘛主控啊我的、哦、我的信物他还我再不要想给他吃的빌지와다시돌아갈때가되었다아요요아유와好难强这好难打化身那个信功能깊이읽고내걸되찾아준다아本来都只有中打船长是能这么稳的쓰레기같은놈야这个 A 不了吗啊 OK OK 可能是我反应慢了点잊지않았다干嘛那里一直把肚子嗯好装啊这个朋友他是多人借的开局的也是又在那里干嘛呀这样都还不喝药还不喝药的지켜보고있다주모는어린애들이나쓰는말을향했습니다那这把上路是一定要自己个人玩的我们岩雀也是有一次确实不应该가차없이쳐다나마哎不是这个局总是怎么都已经放弃自己的补充了呀本来就能这么玩的哎呀他甚至都准备一人一下这个船长这个英雄是一定不能想那个线上打出优势的只有不哎不是不线上不能想单杀什么的只有啊他就等了这个炮车线的呀原来是 OK 满意了학살자리매달아보자다谢谢人也太好了吧哎刚才我在炮车吃了吗哦是谁啊那有人扫描了那里可能我的下路门面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的样子
这有一点超过限免，哦，不管怎样还能这样的。对不起，好像不行啊，好可惜啊，文言雀不能这样被发现的这些位置，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放大这一次它还有闪现怎么样强度。不好抓的角度。说实话六级的绝悟同事 有点像六级跟死破人有点一样的。很危险，每次我闪现要准备按着。哦，好像不错。죽음의파도를타고내가돌아왔다。啊，打的都怎么这么稳呀？没有呀。哎呦！打这应该可以吧 ？OK， 那次。好像这个仙贡的竹筒也好像就理论上还不错，我现在自己感受了一下。몸으로보여준마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哦，又哦，我也脱了吧，不知道。这个朋友真的好像有一点不给机会啊。哎，应该我投的更多一点吧，他是73我是100。 OKOK 那可以。칼은깊숙이찔러야하는법타올라라好爽啊。这个兵线的话确实我可能有点。我们是船长，这个线控估计应该就要不了了吧。我是船长啊。船长是要是对待跟维克托一样的。哦呀，一个都没吃到。上路没有视野的原因是确实对吧，南墙在看着，早就一点 VD 都不给。이런건백번내영혼은그대로다화양을증거하라什么？哦，这局有一点朋友呀，哦，都有程度了都，应该抓不了的。哦，啊，越来这么容易啊？为什么？哎，这个局总是这么干嘛？就是这么容易就放弃自己，有必要这么容易放弃的？忘记了，没事吧？他跟我的 TP 是。一样的吧。我好像那个不了。
哦，果然是现供的格图。这个霍进的有点。啊，我知道这个刺的是有点危险，而且最好是要给那里，要给那里给用的。而且这个也是潜规则这里面，曹安长到十三级这些小龙是无限可以给他们免费吃龙刺的，这个也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好像不用给小龙的样子 ，TP 还是留着一下吧。啊，还是要给的这样子。平地を取る、다시돌아갈때가되었다。这样的话没有能做的事，确实。哦 ，shit， 点错了。有了吧，我都没有大招还强什么呀，我们下路早就已经就想这么玩了多。这有点凑不进了，本来就能这么玩的。什么呀？我笑，万茜应该很饿了这样子。哦，没，哎呦，我为什么做的还可气呢？呀，那就好像船长的能力的话，而且加上有船长的船长的话，这是应该能期待吧。바닷물과소금으로다시태어났다好像我不知道被小兵卡位了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看就我不能回家的节奏的呀，回家了就这个防御塔掉了。我死了吗？已经。哦，我以为这个位置多。这应该他不会的。哦。什么？哎，不是。哎，我的大招去哪里了呀？啊，这个地图的原因吗？내배와함께사라진지오래다펑한결났군아반전제고스이양도와서오케이러도학살자의보드에매달아버려다저저没有一个人是吧，没有一个人。呀呀呀，这我们就给我的也太大的特惠了都。哦，不能那么相信我呀。哦、啊，算了吧，好像也行。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아我就发呆了一下，好委屈啊。那个在哪里啊？那个啊，自己쉽게죽여주진않겠다
这不欺负我们，这不是我的锅。아군을당했습니다아这明明是有点这里哟这里哟오호어真有空是自己的手啊！大招其实、啊，这下路防御差，我怎么感觉又，我想拿了一下路就，可能会反复的。这场面我哪里见过了毒？这次没事的呀。南昌好像开始有点生气了的样子，但这个应该是有资格得，有原因获得。但这样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这个，对，没必要。这线锋也是还是我们的。小龙哥早是哪的？阿古尼汤也死了。原来这个他们下路也是有点跟小信一样啊，他的队友都有点阻止不了他的样子。若南城不在，那就哪点？啊，好像已经还真的是他们可能就现在打的不绝。这个其实也没必要给他们。完蛋了呀！哎，为什么呀？我说我自己。哎，不是，哎，我的大招我知道是，哎，我，哈哈哈 ，OK， 我的过。啊，这雷文突然那里。而且谁想到他就上个平 A 了一下，我就我的天哪！这程度都应该我们的体验了，是不是？那我们不是要反手打大龙的时间吗？不就连绝大招啊，没大招，怎么办？용서는절대안하고말이야。啊，我觉得真的亏打了多，我闪现都快好了，而且这想自己的 ADC 的话，对吧？去拿红包不去了，这样我们还不能拉虚一下。哎，我好像不行，朋友们。啊，哎，等一下。哎，还每次都对不住 A 了，我几下都出真的哦。哎，这个对不住怎么都带了限攻架伤？带了这个主宰，还有架山，
多怎么都那七个人头的船长还能比更好的装备啊？这理论上我觉得有点不合理，我一个人觉得吗？哦，这样的话好像我也觉得没必要，裤子都买暴击，那我还是想买一下。其实不是这个，是这个。本来犹豫要不要买个护甲，或者是买右母以后换个护甲鞋。아다나인간이나믿을수없긴매한가지보간다谁呀、啊？这里你是谁呀、啊？啊，对。哦。哎呀，什么、啊？哪里啊？我脸都错了啊！我的手。我去，差点我死了吗？这和没想到真的会在。빌지워터쥐새끼는절대믿지마라아저게다야하에타연체야好像不可以。我都觉得自己打得都巨凶的，但是暴击里的话，这是最恶心的。这确实，我平时补面胜分的打法有一点不一样啊。甚至都难成在上路，朋友们。这塔下里的话应该不敢吧？啊，真的每次我被这个谁啊，这类我挨了几下了之后，我的身体就空中分解了。换一个柚木护甲鞋吧。哎，为什么呀？每次我不可以，等等，你这样站着退步呢？哎，我刚才直接点了过。啊，真的，我觉得这游戏的水平有点，已经开始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有纯正的游戏了。说实话，啊，这个应该我 PP 不了，这里应该没问题。算了吧，哦，打大龙吧，退下路兵线以后打大龙，这才是应该最稳的东西。只要小心的南城可能会来单杀我，他这个估计他这个装备的话应该也
直接 打吗？最好是我有大的速度。打吧！哎，我们天哪，好不容易立功了呀，这个什么呀，把南墙退走了呀。我先不要被发现。啊，什么呀？哎呦！应该一起拉去一下的，那个是最稳的这个。阿哥，你看那戏。啊，怎么回事啊？不是，啊，原来这个装备我觉得有一点，啊，不能就对面有船长的话，不让买这个装备吗？完蛋了呀！哎，我都说了，我不是圣盾的船长。好像这样以后打甲龙的话就无所谓了吧。哦，反正游戏赢了就可以了呀。啊，而且不觉得有更进仙感吗？游戏，我们队这时候可能想体验一下的时候，就这么好一点一下。这做了好多的话，就再解了一下。没事了，晚会了呀，可能是也不是完全晚会。哎，我钱太多了。岩锤啊，你这我们不是自己啊，哈哈，哦，原来是他。啊，哎，这克莱姆是对我有什么恶的感情吗？对人怎么随便可以这么冷酷的，随便放丢自己的骨头的？我自己都觉得这块有点不像人样子。난총처럼있는법이야용선절대하라고말이야어떻게하는거야这我们输了吗？这次穿，再打断一下，打断一下啊！我只在这游戏结束了，啊，不行吗？好，那我们下路的人力是好像。阿哥，你看一下。啊，隐翠啊，你也该是。啊，这一个人就隔着这样子。
线是不可能结束的呀。哦，紧急过程。哎，我都已经显得过得充满了多呀，线控的话也会出这个问题呀，发现。还有一分钟大龙神剑的话都没有比这个河蟹重要的。有没有再一个下树的动作？只有这个呀。哎，这个德雷文每次都膨胀的有点严重哦，朋友们。怎么能是这样玩呀？我说哦，哎，等一下，哎，这样就我们不能直接去下路反一波，上路也可以，因为有这个传送门。哎，我真的去了，我有闪现。我有传送门，哎，直接打断回撤，哎，不是，闪现，哈，啊，好不容易来的一步的机会，本来我都想闪现过去的，啊，这次一步不了的话，嗯。有可能再没有机会了都。我不是跟那个扎克斯什么武神让的扎克斯剑魔那样的英雄一样的有担保感的人，我不是，我不保证。我是如果是辅助来说跟派克一样的存在，再不团我可能估计不能再这么做了。你们也看到二十几杠就那样的派克也是。谁呀？瑞兹来找我。주모는어린애들이나쓰는말이지太爽，对，早点这么自信一点。这是雷文，我觉得。OK， 啊，不对。啊，结果是一样的话就 OK， 那就不用那么对不起我们队友。我知道本来是很简单的赢了的局。那个德雷文是啥意思？可能他觉得他是就那样的性格的人吧，哎，德雷文那样玩的话，你们都不觉得哦，就能理解的吗？如果是我有看到那种别的英雄这么玩的话，我都不能理解。但画白一些，德雷文这个两个家伙的话就对啊，这么玩的也是啊，哎，本来就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的呀。